套一句以前常跟那个娇娇讲的话，陈前教正，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人当做敌人，但是为什么我在人家心里面是这样子 ？OK 的，没什么问题。对，有，因为我觉得大家能够同一时间入围，大家都一起开心。对对，那个套一句以前常跟那个娇娇讲的话，哎，陈前教正。对，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人当做敌人，但是为什么我在人家心里面是这样子？那我后来我跟我那天这个刚好6月16嘛，我爸爸走了一年的时间，我跟我老爸讲了一个话，我说老爸，你送我的这句话，我现在回给你，我这一生不需要做什么完人了，没有必要，因为我都要每一个人都好。每一个人都好，你就永远做不好。连你对他永远那么好的人，人家在必要的时候，他为了他的1%伤害你的99%，应该说1/1000吧，伤害你的1999%。我嘴巴很贱以外，我有做过什么坏事？都不好说啊。他讲的，他讲的，因为是嘴巴很贱的都是好人。啊，你要问的，就是说，好像最近淘宝业绩很好，大概是好到什么程度？哇，没有什么很好，就淘宝一哥喽。啊！直播王，业绩大概是多少？那淘宝一哥啊？不是，没有业绩，怎么会有一哥嘞？对啊。那我是把综艺节目带到直播里面嘛，这个应该史上第一人嘛，自然就如入无人之境。嗯。比较不容易有对手，因为如果要在直播里面做节目跟我对干的话，那是 don't even think， 想都别想。